潮流联名计划 Outer Space 成语诗歌班。耶、yeah, ，Hello， 这件衣服就是这一次我们跟花莲的一个诗歌班联名的 T 恤。因为这个诗歌班是我妈参加的诗歌班，因为我妈的那个诗歌班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T 恤。哦，肋骨好痛，所以我们就特别定做了快100件送给她跟她诗歌班。OK， 总之我们现在出发花莲 ，Go。变身吧，女孩们。好久，快20年。对我来讲，其实我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，可是带到后来，就好像这是我家里的事情一样。觉得我就是每个礼拜很期待是礼拜一来唱诗班，我差不多在这里有17、18年了吧。看，那最远的一个龙凤奖杯，对他们两个都得了癌症，每个礼拜晚上一定开车来，戴口罩，还是在练歌，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地方。这些妈妈其实一旦上了年纪以后，她们的声音自然就会退化，要唱好听的歌实际上是不容易，所以就是要更多的练习才有可能唱得好。觉得来这边唱歌跟大家一起的感觉超好的，超好的。超好的。Hello， 对吗？哎呦，呦呦，我们，你要呦啊？啊？呦，呦，这个是 Salam to you， 就是朋友平安问候，两个八分音符，然后一个元音记号组成一个笑，美不美啊？你想再唱中国有嘻哈吗？什么？你知道吴亦凡谁吗？不知道。你会想刺青吗？我最讨厌刺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讨厌刺青？我听听看。因为我们时常去监狱啊，看到这。好，以上言论不代表 Outer Space。你知道傻眼猫咪是什么吗？这样。你对于你今天打扮有什么？很酷啊，好像不够酷，这裤子要把它割破，要吧？不要啦！要啦！不要啦！要啊！我这个是男六的嘞！我们 Outer Space 赞助，你要讲别的牌子。我要哭了，这是男六的裤子嘞！大家来花莲玩，你有推荐的破皮辣椒吗？你知道那个影片啊，那个衣服是？我在问你问题，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这样。剥皮辣椒，得力的比较好吃。那你喜欢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唱歌吗？太喜欢了，喜欢，太赞了。真好的，因为我是团长。啊，你是团长啊？你什么都团长了。真好的。Check Outer Space 松岸诗歌班神圣联名不会发售。真好的。